你演出协会有关分会的组成是什么？该企业资质未经过年审，直播分会的秘书长竟然是六间房的副总裁兼党委书记。六间房曾六次因为涉黄被行政处罚。你们在成立之初已经看到了这块肥肉，你们的目的就是为了赚钱，觉得自己有钱有势，甚至背后有人，就肆无忌惮。你处罚别人，你的依据在哪里？你的章程在哪里？每年几千万的费用到底去了哪里？想死的话就继续查下去。把放下你手中的小工具，非法删稿，谋取不当利益，朗朗乾坤，法网恢恢。如果这个东西不改，那这样的悲剧随时可以发生到我们自己身上。这个毒瘤必须尽快地暴露在阳光之下。我当然相信这一天会马上到来。